世子，您要的东西，云卫已经快马加鞭送过来了。大军还让云卫带了封信过来，让您转交给临川少主。知道了，我待会儿去找他。世子，我还有件事。有什么话直接说，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。世子，那我就直言了。 咱们当初是为了对付凤仪来永昭的，如今不仅杀不了他，他还是永昭的君王。您在这儿，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那我们还不……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您能不能先让我回朔云？我听说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有好些云卫已经打了东篱的主意，我若是再不回去，东篱就成别人家的了。我想他想的不行。行了，你立刻马上回朔云。真的吗？ 只敢不归原主，好好道别了。我父亲差人送来一封信，让我转交给你，他均给我的。所见未必是真，所想亦或成真。大军特意送来这封信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你给我好好盯着那衣馆，时刻监视着凤渊那个丫头。若是她有什么闪失，是。记住了，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向顾平报。属下记住了。
谢陛下，您的药拿好。谢谢。石英，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我在这看诊呢，你就在这说吧。 我，哎，你做什么？石英，我与何莲溪出门的这段日子，你能不能？到底能不能什么？你能不能？哎呀，赶紧出去吧！哎，什么？我正忙着呢。 阿云，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今日就启程临川。不是说好明日一同去的吗？来神，好了，我去说几句话。来，谢谢。这一路山高路远，用连理之符做神术，不跟西九两个人去就行了。是啊，毕竟临川现在遍地都是瘴气，你身子又弱，还是别去了。嗯，等神术复苏。 术界也会回归到两颗连理术中，到时你和凤仪的结界也会解除。等那时，我再带你回去，可好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想亲眼看到神术复苏，我……你看看，在医馆忙了半天的，光景人就开始虚了，更何况是瘴气。你呀，就安安心心的在医馆待着，这事儿本世子亲自和贺莲溪去办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啊，好吧。 连理枝，只有这最后的两根了，千万不能有闪失。本世子拿性命担保，你放心吧。你的命，自己好好惜着吧。